J3。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想吓死人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什么事？我问你啊，我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黄志良的同事？他离开了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他为什么离开啊？他犯了一点点小错误，就被我们的前总裁林可欣小姐给开除了。开除？那他现在在哪里工作啊？死人是不需要工作的。死人？他被开除不久后就发生车祸死了。黄志良死了？那他家里有什么人啊？听说他被开除不久，老婆就跑了，家里就只剩一个老妈。这么可怜。他家在哪里啊？你又不认识他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我的朋友想知道啊。保姆，这是最亮的老板林小姐。我只有志良一个儿子，我很想念他，每天这个时候我都来看看他，给他烧柱香。给我儿子上香吧，我叫你给我儿子上香，给我儿子上香啊，给我儿子上香啊。伯母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害死我儿子，叫你给他上一炷香，你也不肯。这不是我儿子的，他一向很勤劳的，只是犯一点小错误你就开除了他，你真没人性啊。害他老婆跟人家跑，害他给他撞死，你是凶手，你是害死我儿子的凶手啊。伯母，你之前不是这样跟我说了？你说你看了志良的日记，知道他的死不关林小姐的事，是你错怪了他。我没错怪了他，我儿子的死是他害的，害我们家破人亡。我儿子托梦给我，说他老板有神经病，说你有神经病啊，你快发疯了，你活该，你活该，志良你要报仇，你要去报仇啊。志良啊，你死得很惨啊，你一定要报仇啊，要为自己报仇啊。可心，做得很好，谢谢。